去后台听，真正对唔对？我去后台听听。后台有咧落雨啦。三二来。恁赶紧去找头家参详，快变哪做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一句。一句什么？什么重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这好难。离开我了后，跟我比以前更好。我还没讲了，我讲完了，我还没讲完吗？我还没，我还没讲完。起码，伊都徛在你的面头前，伊来看你啊。睡着了。我要死完了。有信用的人，哪会抢家己？啊，对不起，大伯兄弟，就算讲要论辈分，啊，我就是又在这里跌倒了。对啦，啊，我终于会，我想说弄一个很帅的那个，结果你还是不是不会唱啦，你是才华洋溢型的。多谢你，小花大姐，哎，我的牙齿，我现在改倒计零去，叫我袂叫你牙齿啦。少爷，对不起，我来提提。是有这么难进入？林姐啊！阿舅，竟然连棺材都要。